两克群马里奥五行高火，张伟忠难过主心了。三位当中谁是薪水小偷？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自创效果，他都是要靠别人。而且他以前那个风水节目，只有他不够，一定要那两个女主持人狠狠的羞辱他才有效果。老大每次帮他改名字，改他什么狗屁名字？没有人要用的名字。方文琪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他说叫人家改成张开来。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，小明星大跟班。